失败，真心微笑，不怕跌倒重来，走过漫长未知的等待，今天微笑着看见未来，追求虽然充满考验，快乐在每个瞬间崇拜，虽然无法预言，相信会实现，全世界都看见，哦咦哦爱事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雨芳，这是老爸一生努力的成果，良家精神的永续。你回来了，老爸肩头的重担可以放下了。今天骑过瘾了吗？还好啦。哎，在瑞士这么多年没马骑吗？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感情。你知道我跟我的宝贝 Sky 6年没见了。喂，张总吗？你好，我是博尔曼的少熙。啊，你太客气了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那我们在今天下午的周年庆见了。进来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没有接到他。你不是说他已经上飞机了吗？是。不过我们查到他昨天就已经回国了。看来他是故意避开我们的。爸，酒会定在下午2点举行。知道了。你去忙吧。我先出去了。房昨天就回来了，他会去哪儿了呢？
见。啊，见，好久不见呢。奇怪了，世界上的人都一年一年的变老，怎么就你一年一年的变年轻呢？从小到大，你就会这一招。上车。去哪？哦，今天是酒店开业15周年庆，如果谁出了状况，我就扒谁的皮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见，不先回家、啊、回家那是昨天就该做的事，你昨天不是已经回国了吗？酒会2点钟开始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还不快点。哦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见，我就别去了吧。爸，回来就好，赶紧把衣服换好，今天是酒店15周年的庆祝酒会，作为一个未来的接班人，也该是露脸的时候了。接班人。嗯，董事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您出席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雨清，不要让大家久等了。好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嗯，雨芳过来哦。爸的话你都听到了，赶紧换衣服，还有别再跟我耍任何花招。原来我中计，这怎么办？我问你，人到底来了没有啊？其他的艺人都来了。我说的是那个歌手。哦，他马上就来了，我刚刚才跟他通过电话呢。我不是早说了吗，让所有的艺人提前半个小时到，更何况那个歌手是第一个节目。哎，是是是，小伙子别生气，耽误不了的。哎，你看电话来了。喂，啊，妈，我正忙着呢，待会给你回电啊，一会儿就来。我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博尔曼酒店的15周年庆祝酒会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早就到了，只是我找不到宴会厅。哦，是，好好好。
上说要我先换好演出服，洗手间，走。霍尔曼今年15岁，这15年来受到了民众们的欢迎和认可。